我们看这一题，他问说下列有关二氧化碳的性质哈，何者错误了？我们看 A 选项，二氧化碳溶于水形成碳酸，为酸性水溶于这个对，哦，是弱酸的。再我们看看那个 B 选项，二氧化碳具不燃不助燃性啊，这个对，可用来灭火，这个对。好，再我们看那个 C 选项，植物可吸收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，也对了。再我们看 D， 干冰是液态的二氧化碳，错，固态。所以答案应该选多少？因为它选错误的嘛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D。